来看看那些令人震惊的满级天秀操作，越往后越离谱。OK， 咱们先来有请第一位耍咸鱼最帅的蛋宝。好家伙，别再秀了，你再这样秀就帅过我了。开玩笑的，话说回来，他这咸鱼打出来的都是暴击呀，要是我有这操作，也不至于恐龙蛋都上不去。假如给你10万块，让你跟第一个表情包在一起一年，你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信你们看啊，我丢这都不愿意啊。不行，我也来看一下我的啊，我也不愿意。再来看看这位小粉蛋，他也是一个咸鱼高手。我去这么快的吗？短短几秒钟就清完了场上的敌人，那两个队友也太给力了。我给你两包辣条，让你的队友来带带我。再来看看这一位，地雷加传送球，这不就是绝配吗？这传送球炸得非常的远，直接到终点门口，同时前面还有个传送门，于是这也太倒霉了，仅一步之遥就通关，却因为一个传送门回到了起点。